这样好像比较好看耶，这样好。身体可以选吗？ Game in the future will scan your face and use it. Oh, that will be so cool. But if I see me dying in the game, that's some kind of weird. Ebi, 我听到刚刚留下在吼。哇，这样的1:1，那应该很多人都输钱了。That was a $1 million idea from you. But I think that will become the future soon. Pootao 学院校长科拉维尔，哇，他们的字也很奇怪啊，反正都是这个地图很大，有很多 Pokemon， 不可思议的生物。阿根廷吗？刚刚看的是1:0，现在应该下半场了吧？我没在看，我在专心的做 Pokemon Trainer。他这个毛做的好仔细哦，他这个老鼠呢？这个是这一代的电竞老鼠吗？谁会想到1:1啊 ？An atomic game will have scanned face of your crush. But how can you get your crush face? 哦，臭臭你！这一版的画质好像好精美的感觉，它那个毛跟那个臭臭你的感觉。好像好美啊 ！Drag her and stick her face to a printer. That would be so cruel. If you can do this, I think she will already be your girlfriend or your wife. And after being your wife or girlfriend, you can just ask her. You don't need to drag her. Oh, 1:1B， 这两个都是交通工具人是吧？交通工具神兽。开场有够久的，赶快让我玩啊！撞车了吗？好吵哦，这只鸟，什么东西？你就唔多看我，没事。哎，我背后的 switch 跟我的一样，每一代都是 L 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哇，我好帅哦！我是那种美男子哎，走路。我的家外面是啥都没有哎，哎，为什么刚刚可以，现在不行？大家可以看到外面什么都没有，哦，看来是个 bug， 一进游戏都遇到 bug 了。我要干嘛？这不能跑步吗？吓死我了！原来是我乱按到东西。嗯，叫，嗯叫。
一比二，二是哪一边啊？哎呀，你已经穿上制服了，要去新学校，好着急。学校暖落我，要我在家里等一下。啊？这什么鸡掰学校？入学需要的东西居然没给我送来。啊？居然是这样？该不会要爆冷了吧？爆冷门吗？我的门口在哪？这是我家门口吗？这是储藏室啊，对不起。这看起来，妈，我不知道我家大门在哪。哦，在这。哎，博士，你怎么有我家的钥匙？你怎么直接都开门进来了，博士？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哪？也有我家的钥匙啊，我都还没开门啊。哦，这是校长，这不是博士啊。校长，校长都是为了见我妈吧？你看我妈多美啊！妈，快逃！不用，不好意思，人都来了，还要喝杯茶？哦，我妈，妈妈和校长有事要说，怎么看起来是我妈做主动的？还要我回自己的房间？不要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等一下，我开学的当天，我还要赶去学校，我的校长还可以在家里跟我妈喝茶吗？做这么闲的吗？校长不用开学典礼，不用校长吗？有事要说，有事要做，你赶快出门，不要挡住。哦，好，真的好帅哦！OK， 赶快下楼看看我妈，我妈要没了，人要没了，要被拐跑了，我妈。跟谁看来都是本校学生，三小，你在讲什么？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说什么？啊？他刚刚不是说漏掉的东西直接都给我妈吗？那那一袋是什么定情送物？难道那是定情信物？我是要选我的御三家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他怎么纪念球抛出来变普通球？好可爱哦，佛祖，佛祖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，呆，超呆，好可爱，超可爱的。猫头鸭，中间一只也太可爱了吧！妈怎么选？校长好有礼貌。等一下，妈你怎么一直在夸他？带着他们走走。哦，开学送了个手机给我。迷路的时候按 Y，Y 看地图 ，OK。啊啦啦哈哈！哦 ，bra bra bra bra。我选哪一只？嗯，我是想选水煮的，但他们进化都是站起来是吗？哦，好可爱，他们跟着我，哈哈，好可爱。